他去探班，他去探金星号飞船，然后他成龙所有人都认出他来，然后他站在旁边，大家以为他是工作人员。哎，等下暂停，好失礼，没有没有，他们讲话讲太好听了，那一天也一半以上的人没有认出李成龙，所以成龙也是他前后反差，他也算，但是我比他还严重，就是。金星的人认得出我，因为有相处过，知道的是我，但是不认识。对，他就问我说，还是有人不认的。哎、欸，硬要比有没有？硬要比，幼稚，但微啦，没有到很大这样。这是你们五个自己匿名写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佳琪，你先帮我抽一张，我看一下。好，然后你打开来。我认的这个字，这是夏普洋的字。夏普洋的字。对啊，他说 Phoenix 谁意见最多？不行。你不要认真看我的字啊！意见最多，我是这些小朋友。那你要先回答吗？你是不是心里有答案了、啊欸？我觉得这一题不是很 real 吗？对啊，不是很 real 吗？没有啊，不是谁抽的谁问。好，那我加一个。好，谁对 Max 意见最多？我们不敢对他有意见，对，我们真的没对他，我们不敢对他有意见，他自己都没有意见。我吧，对，如果真的要讲，应该是我啦。没有，是你最敢跟他顶，我最敢跟他顶嘴啊。为什么 Max 感觉就是一尊菩萨放在你们的团体里面？就是因为 Max 就是狮子座，他就很像一只狮子，然后我这个人就是母羊嘛，就是比较火爆一点。对，就但狮子座很需要面子啊，就很想硬冲他，然后就是不想顺，因为他们一二三，他们三个都会想要顺着他的毛，然后让他，但我不，我就喜欢逆鳞这样。那 Max， 你对于他的行为，你会怎么样应对？他很快乐，因为有我这样跟他互动，他在团体里面他的生活多才多姿。有没有听听他的说法？是吧？听听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觉得？你要绿哦。你觉得谁对你意见最多？你自己觉得？真的就是俊廷了，没有没有，俊廷不是对我意见最多，是对所有人意见都最多。他不喜欢让气氛很尴尬或是冷场，他都会制造一些效果出来，就是不管是在台面上或是台面下，他其实都会做。私底下他也在，啊，没有累的一天吗？有啊，我现在就蛮累的。刚刚已经看你们在那个微信里面聊得很开心，对、哦。所以 Max 你都觉得 OK， 就是他如果这样，可以。所以你没有任何一个点踩到是会生气的，目前没有吧？好像没有，没有对他生气过、啊，好像没有。我应该说，还是他生气，其实大家也不会发现。他好像没有，我知道，我会知道，就是因为我其实跟 Max 也算试一下，算真的蛮熟的，就是我蛮了解他的，所以他的一些点我你的看法大概知道。他会生气，但他马上就没事。哦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类似什么点？分享一个类似什么？你可以讲，你可以讲，我可以讲吗？你可以讲，想一下可以讲的是。对，因为那我先问一下经纪人，经纪人，你们都不要讲话。你知道 Max 的点是什么吗？乱讲，不能乱讲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讲啊，你自己讲啊。Max 的地雷有这么大一颗，是不是？应该蛮多的。其实他的地雷蛮多的，但他其实他爆了，他就是安静，他也不会跟你冲起。那因为你们都很了解他，所以你们也就知道那是他的地雷。可是其实单纯我就是可能生闷气，可是真的一下就过了。生闷气会内伤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哇哦！你忽然佳琪在关心他，最近还好？哇哦！结果我一直在踩，我都不知道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题。是谁？哦，是谁写的？那怎么跟我的一样 ？Phoenix 谁是反差最大的？不行，这个要改一下。对啊。Phoenix 谁是妆发前后反差最大的？啊三二一，一起举哦！来，简单，这很简单。二一，不简单。陈先生，你们不知道？陈先生，我知道啊，我手机。等下，陈先生那时候我当化妆师。因为他的肌肤比较敏感，很容易因为化妆后。主要不是这个，主要不是皮肤的问题，是我私底下，因为我之前对头发很长，对，戴个眼镜，戴个口罩，前面包紧紧的，然后每天走路都会这样。他有跟我分享一个故事，他去探班，他去探金星号飞船。然后他成龙所有人都认出他来，然后他站在旁边，大家以为他是工作人员。哎、欸，等下暂停，好失礼，没有没有，他们讲话讲太好听了，那一天也一半以上的人没有认出李成龙，所以成龙也是他前后反差，他也算，但是我比他还严重，就是。金星的人认得出我，因为有相处过，知道的是我，但是不认识。对，他就问我说，还是有人不认的。哎、欸，硬要比有没有？硬要比，幼稚，但微啦，没有到很大这样。今天在最后让你们好好的宣传一下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就新的这个单曲
Firefighter 的新的 MV 呢已经在 YouTube 上架，然后在各大数位平台呢都可以看得到，也可以听得到。那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官方 IG， 然后还有官方 FB， 还有订阅我们的 Phoenix 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还有追踪我们每个人的个人 IG。那个只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Firefighter 这首歌，然后 ending 就是。请问这个是谁？他今天有来宣传吗？哇！我觉得帅吗？帅吗？帅吗？本人比较帅。我觉得这道真的蛮帅。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现场看一下俊廷本人，真的差不多，好吧？好，明天说什么？下次见，然后谢谢 Phoenix， 拜拜。